我是刚刚练车长的112年龙。9月24号，花莲的玉里火车站哦，21:53，好吧，就是。然后完成今天在玉里拍摄任务了，对吧？这边啊，今天因缘机会跑来玉里啊，就过夜啊，然后来找找人家啊，毕竟多年真的是要1-2年了啦。对啊，一直想要来玉里，啊，这次终于来成了的，啊，也很开心，今天跑了很多蛮多地方的。好了，我要刚刚回去休息睡觉。啊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片，可以帮我按个赞，你多多对我们大家好。啊，只能说一天做一天逼啊。虽然这边我现在做的是老饭店了，是，但是我觉得真的还不错，还蛮不赖的，价格啊那些，对啊。好了，21:54，9月24号玉里火车站拍摄完毕哦。然后再见，拜拜。